这是一款高配，这是一款标配。我们看一下区别，两款都有拉栓预供带功能，可以提前上膛避免空腔。高配呢有这个金属的机片，这里呢可以释放。看一下这个机片射击时的效果，射击体验比较好。高配和低配呢都有单发。啊，这里是关闭，整体是尼龙的材质，表面呢有这个烤漆的处理，质感比较细腻。高配这个拉栓呀，还有这个背带扣，还有这个空挂释放都是金属的材质。啊，这个标配呢，它就是没有机片，拉栓呢，还有这个空挂释放，还有背带扣都是尼龙的材质，但是两款的性能和做工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说这两款在做工和性能，这个标配呢，它就是没有机片，拉栓呢，还有这个空挂释放，还有背带扣都是尼龙的材质，但是两款的性能和做工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说这两款在做工和性能都是相同的，只不过高配呢多了一些功能。